酸辣数不损，还是原来的配方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过瘾了，这是我刚倒的一包，倒出来了四根，而且我看了一下，我拆了两箱，大体看了一下，基本上都是四五根的，这批货个头偏大。虽然大，但是你们看我吃它一点都不老，是吗？酸酸辣辣的口感特别的好吃，好吧，我的樱桃小口都进不进去了。就这样的包装，这一包也是四根，一包一斤，49/3斤，78/5斤，价格大家尽管放心，已经给大家放到最低最低价格啊。这一包一斤，也就是你没吃过的话，你可以买个49/3斤的啊，吃过的话就随便你们啊。一般吃过之后，大家都会选择买5斤或者10斤，然后呢？这个口味酸辣口味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吃的哈，只能说大多数人都爱吃这种酸辣味儿。还有就是这个货呢会经常性的断货，我说老是没货，没货呢我就停，我就不敢打广告，一打广告就没货，你不好说是不是，人家都着急等着吃呢。今天刚到这不到200箱，你们想吃呢就抓紧下单啊。越往上越到笋尖这上面，越往上越嫩，妈呀，我感觉我要吃饱了。可以当凉菜吃的，你来一碗熬一碗稀饭，是不是？配上这个笋，下饭。